我们累晕了。饿拉了，太饿了。今天妆很好看，哎，但是一会儿就要卸掉。我没有，我想本来说回来吃个饭什么的，结果我在车上忘记点外卖了。完了之后吧，已经到中心了，然后就算了。我现在只有可乐啊，不是可乐，那叫什么？碳酸饮料可以喝。但是我真的好饿。有淼在做饭啊！有淼在做饭，有淼在做什么饭？我要去他那里打劫，等他做好，让我连一连他。他已经关闭直播了。卡了，哦，我还以为他关直播了。让我来康康有没有？嗨，你在做啥饭呢？我在做烛光晚餐。哦呦！哦呦！因为我答应他们，我说晚上就公演结束以后，晚上回来，我们要属于过我们自己的玩腰，你知道吧？哦呦，那我打扰你们了，走不了走了。是我跟粉丝的，怎么那不是打扰你们了吗？没事，我们也不就没有没有，你也可以加入。对，啊，太好吧？怎么？我本来说我太饿了，我说过来打劫一下你们的晚饭，看一下你这个地点吧，可能不太方便。曾哥说婉拒，曾哥说你做完了给我带点回来。对，人多热闹，来呀、啊、来，你要来吗？你太远了，不来了。哎呀，哎呀，还好啦，确实。做啥呢？我做那个咖喱鸡。好，哎，你没有发现一连麦这个门沿全部关掉了？对啊，现在就是纯，纯，那叫前摄像头。对，原相机。纯前置。对，纯前。本来。对，我饿爆了。你在做，你在做咖喱鸡，你就是这样，你就这样做吗？我以为我能看见你操劳的背影。人就是、我可以看，我还没有开始呢。还没开始呢？你这要做到几点钟啊？很快的，我就做一个，然后我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我还没有拿出来。对，算了。明天跟你出去吃，今天就不蹭你的宵夜了。啊，可以，可以，那我们约明天好吧？可以，可以。啊，行，那明天见啊！拜拜，拜拜。哎，怎么关啊？这个？你关吧，你关吧。嗯。呆了，感觉这个美颜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这个美颜其实就是加了一层雾的感觉，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大晚上的就不吃巧克力了，还在那儿送巧克力呢。巧克力多多胖啊！那没有办法了，对，那确实没有办法了。中心这个点儿吧，我估计没有人有吃的了。充个电，手机快没电了。OK。你儿子抠了我一晚上，你儿子这么晚还不睡，我就是一直在想啊，这个今天这个剧场这个公演起码得演到12点吧，哪有小孩在外面啊玩到12点？我以前这个年纪的时候吧，10点钟要是不上床睡觉，我就要被刚睡着了，我就要被讲被骂了。
怎么还不睡？四岁，应该不是四岁吧？我猜七岁左右。啊，真的四岁，我的天呐，才四岁啊，朋友，才四岁啊。我粉丝的年龄段从小到四岁，上到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年纪最大的是多少岁，大约在40岁吧，跨度蛮大的。你是99岁老粉丝，你这个骗人啊，你44了，你们最好说实话啊，不要骗我。我是少男杀手啊，救命啊。是他要来看我公演的吗？还是你是粉丝，然后呢你就天天带着孩子看啊？我在想这么小朋友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你俩都喜欢看。Oh my god！ 是他自己喜欢我，还是说你在犯我？完了之后你带着他看，然后他开始犯我了，他只看我，救命啊！我没想到我会受到小朋友的喜欢，因为我觉得我是全场唯一一个最不受小朋友喜欢的人。哎，这个光一档，就感觉我是那种要揍小孩的那种类型，你知道吗？是那种会吓到小朋友的类型。我真的和小朋友相处不来。我不是孩子王，我真的，我跟我从小跟那个年纪比较小，就是我小时候跟年纪比较小的都有点感觉无法相处，更别说现在我这么大年纪，这么这、就是比较中年阶段啊。喊我姐姐，救命啊！小孩子讲的话都是非常单纯的，他没有成年人比较多的修饰，他就是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讲。笑死我了。小孩都比较单纯，你知道吧？他奶奶也来了，救命啊，不是吧。奶奶应该不会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吧。我想觉得奶奶一看我这个狂野的编发和我这个大红色口红，就奶奶就是这个女孩是个坏女孩。哇塞，谢谢你的孩子，没想到我会受小朋友喜欢，这是我从来没想到的。
这当年有他的感觉，看奶奶很狂野啊。你老板也喜欢我，你老板咋的？你老板也是奶奶吗？开始对我那个叫什么来着？开始对我所吸引到的粉丝产生了怀疑，因为我感觉我应该是吸引就是学生类型比较多的。后来我渐渐的发现，我好像上班党好像也有一点儿。后来我发现中年人好像也有点儿，今天居然连4岁的小朋友都有，哦哟，魅力无限，开始。有被冒犯到。全年龄段杀手，老少通吃。吓人哦。你爸也在看我啊。开始震撼，膨胀了，膨胀了，朋友们，膨胀了，真的是全年龄段偶像，太有面儿了。你爸是我的抖音直播粉丝的，真正的国民偶像。我们在舞台上看不清，就是光一打看不清楚那个座位上的那些就是位子上的观众的脸嘛，就是只能大概一观众。然后我听到这个声音，我还以为是因为我之前剧场来很多那种就是。是个成年人，但是声音非常可爱，非常萝莉，非常小孩儿那种。我还以为又是一个就是声音非常萝莉的朋友们。然后呢，大 MC 一看是个小朋友。哇塞。招商银行进入了我的房间。怎么我的直播间还有招商银行的小伙伴儿。太小朋友太喜欢我了，掰，怎么能掰呢？他倒是直接下去了。妈妈要好好教育小朋友追星啊，要健康适度追星。太好了，太不错了，谢谢你家小朋友。小男孩，我现在已经变成小男孩喜欢的大姐姐了。哎呦，时光啊，岁月啊。怎么从我直播间进进出出啊？是吧？我这个妆容，你们吐槽我眉毛画的浓，但是呢，因为我眼妆口红很浓，所以如果这个眉毛一淡就会很奇怪，所以这个眉毛必须得画浓，才能这个妆容才会比较和谐。你们不能只看眉毛，只看眉毛是挺蜡笔小新的，但是你要看整体的搭配，不要，谢谢。谢谢你的皇冠，不要质疑一个美妆师的妆容搭配啊。歌很好，什么歌？那个反方向的钟。啊，出去充值去了，出去那么久才充一个皇冠吗？
笑死。我觉得真的，因为小时候啊，跟就是小男孩们喜欢的大姐姐的类型，都是那种又帅气，然后又就是又御姐的那种成熟大姐姐。然后呢，小时候我只是一个小女孩。现在呢，我已经变成小男孩喜欢的成熟大姐姐了。岁月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对呀 ，rap 和前面的注音都是刘叔叔唱的。我说我一直在夸刘叔叔，我说你唱，你他让我唱，我说不，我说你唱，你声音太适合了，你就是那个叫什么，你就是五角场周杰伦，你唱的比周杰伦还要好，你上去录，你进去录，我给你弄，酷贝斯不就是酷贝斯吗？我得心应手，你就进去录，你录三条，你说太棒了，这个东西，哇，你直接喧宾夺主，叫画龙点睛，这个歌你才是精华。没有，因为这首歌升了 key 嘛，所以 rap 不可能直接用周杰伦的，那必须人他 rap 也必须得升 key， 不是一首歌升了 key 之后 rap 部分也会跟着改变。我说你唱的太好了，你这个唱的就简直了，怎么会送我全场呢？舞台范哦，小朋友是我的舞台范，哎呀，我的舞台魅力这么厉害吗？不要再说了，再说我要膨胀了啊。但是我应该是小女孩会讨厌的类型，我觉得就是小女孩会嫉妒我这种漂亮大姐姐，感觉我这种漂亮大姐姐会是用那个背地里面会用高跟鞋踩小女孩的那种手的那种类型，坏女人。谢谢你的皇冠。小女孩喜欢我，有没有四岁小女孩喜欢我？我感觉我是小女孩会讨厌的类型。小女孩看这个姐，哇，这个姐姐头发这样编，涂个大红唇，眼妆又浓，一看就不是那种，一看就不是好女孩。啊，平时背地里面肯定穿的那种高跟鞋。中国几点了？中国现在已经是凌晨快两点了。看来你的孩子是一个舞台歌舞范。加油。加油干嘛？加油膨胀啊。请赐予我在膨胀的力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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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小朋友还是在坐区比较好，站区不太安全啊，而且站那么久也挺累的。有秒让我出门吃饭，你到了正好，我们中心有门禁，现在出门吃饭怕是要翻墙出去了吧。而且我现在穿一个大背心啊，戴个大铁链子，这个大耳环子，涂个大口红，到大晚大半夜的往外面，凌晨两点我大马路上一走，总感觉是坏女人。什么，这是什么保守思想？不得行啊，这种思想要不得。现在是2021年了，怎么了？这样的穿着怎么样都可以，在哪儿都可以啊。我是小朋友的榜样了哦，我是小朋友的榜样了。小朋友的榜样不是我，小朋友不要学姐姐凌晨两点还在干嘛，还不睡觉。不是我的眉毛不是蜡笔小新啊，哎，你们想象一下，我要是眉毛画得很淡的话，跟这个妆容就会很不搭，因为我的眼妆很浓，嘴巴也很浓，我要是眉毛再画淡一点，这个妆就会很奇怪。忘记了，说回来给小马
把那个火锅底料给他，他不是要走了吗？怕他在那边吃不惯，他还说行李超重什么没关系，我说我把火锅底料给他，但我觉得他今晚上应该不会睡吧，一会儿拿给他。一会儿下了播你们，我怕我年纪大了容易忘，你们记得在口袋房间提醒一下我。为什么眉头粗眉尾细？因为我的脸很窄，开始凡尔赛了。如我这里很窄，如果我这里画很粗的话，就会不和谐，就会不协调，所以这里就是一定要慢慢细下来，要不然就会很奇怪。深邃，因为像我们这种五官比较浓郁的人，画眉毛都会画的比较深邃啦，是这种毛流感。哦，对，我好烦，凡尔赛的烦。我的朋友们，我的嗓音注定也是唱不了儿歌了啊！今天我还在跟谁讲来着？跟甜甜还是跟谁来说来着？我们在排练那个最终回合嘛。然后呢，我甜甜就说你的声音要是跟君顾的声音换一换，就简直绝了。我说可惜上天是公平的。我跳最终回合没有跳节约者那么紧张，因为最终回合毕竟它是一首狂野的歌，像这种狂野粗暴的歌我得心应手，而且呢之前也跳过，所以就比较感觉没有那么紧张。像那个节约者吧，哎，疯狂跳错，但是呢我表面比较淡定，可是淡定呢就忘记了要魅惑，魅惑是我的专长。我知道你没有看过康熙来了，里面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郭什么妮的，他好好笑，他一点都不性感，但是他就是能说出魅惑是我的专长。然后呢我就一直在说我表现力要魅惑是我的专长，但是由于就是很紧张疯狂跳错，所以你只能尽力的克制住自己的那个表情管理，让自己变得表情管理做到让人看不出来跳错。我后来看了回放，哎，完全看不出这个人在疯狂跳错，哎，就行了。但是呢就没有做到魅惑是我的专长。郭羡妮。所以一首歌如果要表现出他的那个叫什么舞台表现力的话，还是得就是比较对这首歌比较熟。比较熟，比较熟，熟了之后，比较熟这首歌跳比较熟，你才能把这首歌的那种氛围感表现出来。否则就像我的节育者一样，只能满脸写着淡定。对，所以说一心不可二用。对，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每首 unit 他应该表现，他应该本人跳重生计划两年多啊，对于这个舞台表现力和这个每首歌他的氛围感，我给你们讲解一下每首 unit 他所表现的一个情绪。我觉得每首歌除了动作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情绪感，你只要把那个首歌的情绪表达出来了，你这首歌就会做得比别人更成功。首先呢 Lost
洛斯特他的情绪是什么？情绪是悲壮。而且呢，这个的悲壮是前段部分悲壮，就是直到 bridge 啊，专有名词啊，直到那个桥段之前呢，它都是悲壮，然后呢，在桥段之后，它就是坚定。这个就是 lost， 你要展现，你要情绪很重要啊，你要表现表达出来的。为什么每个人的 lost 感觉不一样？那我对 lost 的理解就是悲壮。因为你们要去看《重生计划》它背后的这个小说，然后这首歌的他演唱者他的这个歌词和他的这个故事背景，你就知道这首歌呢，它就是一首以悲壮为主，以悲壮为主。它只剩什么？它只剩下项链和他的什么？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但是即使这样的，他最后也是要坚定自己说，我心里从未将曾经忘记，让我证明我绝不会放弃。然后其他的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好吧，云散去，终将解开。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一切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我现在的处境非常的糟糕，虽然我现在好像非常的无助，身边没有一个人，我好像到了最环境，但是没关系，终将解开封心底那个谜。有一种坚定的执着感，然后呢，但是前面要悲壮，这个就是 lost。 哎，开始上课了，朋友们。然后第二首歌是什么？第二首歌是 Homie Time。 那原版的 Homie Time 是什么呢？原版的 Homie Time 是戴蒙的那个位置呢是什么？他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机器人。那他要表达的情绪是什么呢？他表达情绪是我只是个机器人，我是机械般的，我是没有情感的。但是当我的女位出现在的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有了超过AI 的情感，那就是爱，那是别的 AI 没有的。所以就像歌词讲的那样，然后最重点的是什么？或许我就是为了你而存在，我不知道我来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我好像当我睁开眼的一瞬间，我就是已经是作为一个机器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不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好像我的目的那些都是别人设定给我的程序，我要做的事情也是。但是呢，看到你之后，我好像明白了，除了给我设定的程序什么的，我还有自己的想法。原来 AI 和人类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一刻好像懂了什么叫做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两个总结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好高级，人类。一就是爱 ，AI 的爱。这是我每次跳《Homie Time》的时候的那种啊，除了剧情的不同，我以前跳原版在那个缸子里面，你会发现呢，我前面都是一个比较呆滞，哎，动肢体也比较那个，就是蛮机器的。但是呢，一看直到我的那个女伴出现之后，我眼睛会不自觉的跟着她，然后跳副歌也会怎么样都会看着她，然后直到第二段副歌之后，我的眼神好像突然眼睛里面充满了，你感觉不像是个机器了，是个人类了，感觉只有人类的眼神是不会骗人的，才会有这样的眼神。所以这个就是 Homie Time 的一个舞台小情绪。然后呢，就是结语者呢，因为这首歌我没有研究，我没有跳过，跳过一次我没有研究过，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到说这首歌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现在还在就是动作要熟，不要跳错，好吧。但是呢，结语者我觉得他应该以什么样的情绪呢？就是什么？魅惑是我的专长，这是你的肢体情绪，那你这整体的一个
一个氛围情绪是什么，就是情绪就是我是预言家，我看破一切，就是有一种就是你们都没有我懂的那种感觉，做一个懂王，要有一种懂，不是那种很拽的那种懂王，是那种所有的未来，所有的七情六欲，人间的喜怒哀乐，然后这些你都能看透，但是呢，但是你看破红尘，却没有说对这些一切没有欲望。我即使知道这一切怎么发生，但是我还是并且很享受这个过程。的这么一个情绪，所以要有一种就是这一切我都知道，但是这一切我也会去经历的那种感觉，啊，就是那种情绪。要眼睛里面写着两个字，超越自信的那种东西。自我，然后呢，哎，因为像塔罗这种东西本来就跟紫微这些东西是通的嘛，你弄到最后本来就是通的嘛，所以你可以说用道家思想，哎，也是可以这么说过去的，还是强行讲嘛。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是什么？最终回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赌上一切，就是最终回合。你首先要从字面意思，就是它是我的最后一场擂台，然后能去了解它的这个故事背景，并且配合上它的这一个舞台设计和它的动作，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切都在我的拳头里面，你就看我打这场仗就对了，你就看我这场叫什么拳击赛就对了，我一切都在我的拳击赛里面。所以这首歌的情绪是什么？这首歌的情绪是对决，不服输。一定要有一种就是什么都写在了我的什么都什么一切的情绪都在我的拳头里面，我的拳头会告诉你一切，然后呢，并且我是不会输的。这个情绪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情绪，所以就是演这首歌其实也是比较好演绎的一首歌，它的这个氛围感是蛮，其实还是一个蛮简单的歌曲。然后呢，下一首那个无罪无我啦，这首歌呢，我觉得情绪就会比较复杂了。无罪无我，它不能就是说单纯的耍帅啊。这首歌，它你看它的这三个人的组，你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小说，这三个人他的那个组合，这三个人所干的事情，然后这三个人最后的这个结局，包括他的这个歌词和他们的这个设定，所以呢，这首歌它是一个比较批判的歌曲。你在跳这首歌的时候，情绪的演绎是什么？是亦正亦邪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没有所，这个世界大家所追求的正义和大家所说的，就是所说的邪恶，其实并不是一个两元对立的东西。我做的事情，我作为一个杀手，在别人看来是一件邪恶的事情，可是呢，那我做的事情所针对的人好像又是一件很正义的事情，只是怎么样呢，只是大家的立场不同罢了。
然后呢再搭配上里面的一些词语，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哎还蛮难的一首歌，所以这首歌不能单纯的耍帅，你要有一些的纠结在里面，然后有一些的批判在里面，特别是你的主歌的一些分词，你的情绪的表现上，比如说天堂有什么好执着，哎好像什么词来着，什么词来着？哦，天堂有什么好执着？谁有认真想？谁有认真？我容易唱出来。谁有认真想过？所以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就是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要表达一个需要大家去反思的一首歌。最主要的是两个字：批判。哎，批判。然后他还有一点癫狂的感觉，就是在癫狂的临界点，你不能说整个人完全就疯批掉了，这个是不行的，那个就不可以了。他是介于就是我在成魔与成佛中间的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我批判这个世界，我有点哎，所以正义和邪恶到底是什么？每个人好像都是亦正亦邪的，所以一个事情它的只是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所以这首歌就是什么，就是批判，然后介于就是那往左往右的那个临界点上，极致的矛盾与融合。哦，你太会总结了，朋友们。然后呢，下一首歌是什么呢？下一首歌就是就是 Somewhere 呢，就是你不能单纯的性感，那你了解一下他的那个故事背景呢，然后和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怎么说呢，你要就是以一个轻松的状态，其实呢去是它是一个治愈人的一首歌曲，所以呢你这首歌要比较放松的，不能说刻意的去扭，不能刻意的扭，你要比较有一比较随意的状态，然后呢去治愈，其实呢它是一个比较难的治愈，其实你看它的歌词其实非常正能量的，其实你看它歌词是很正能量的，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治愈人的地方，所以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就是哎，我通过就是比较性感的这种去吸引人的注意，不可以，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要怎么样呢，它的情绪上表达是一个就是我在一个非常轻松的，其实它算是一个当一个那个与那个小说设定下的一个乱世下的一个小乌托邦或者是小快乐屋了，然后呢它是一个就是人唯一一个能够稍微能忘记一切放松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你是感受到一切都是放松，一切都是平等的，一切都是可以都放一放的，所以你可以为什么会有那些所谓的就是哎摇摆的舞姿，性感的舞姿，是因为你在最放松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切你想你心里面所负担所承受的东西的情况下去随意的扭动，那个时候其实是最吸引人注意的，大家为什么会被你吸引，是觉得这一刻是最放松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噩梦轮回，我觉得噩梦轮回一定要有一个情绪，什么我这是只是讲我个人观点啊，每个人对每首歌的那个就是理解不一样，我讲我的理解，由我的理解说我想表达的这个情绪，这个歌曲的情绪啊什么，噩梦轮回我觉得一定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就是分裂，人一定必须得分裂，而且一定是表面和就是表面上的我和自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一个，特别是他的歌词你看看，眼妆他用就是一个描画啊，开始描写外观什么什么什么，梆梆梆梆梆等等，什么？他那一句最经典，那一句是最重要的。可是他是谁？就是我表现出来的是我所
锻造了这个样子，我可以在舞台上，什么狂舞中的他却仿佛魁，就是我在那个舞台上可以舞动，可以闪闪发光。但是呢，如果我跳出自我，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就是旁观者的角度，狂舞中的他却仿佛傀儡，等等等等等一切。然后最后我会不禁的开始问自己，可是他，我不是问自己了，我开始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自己，所以我用他了。可是到底他是谁？为什么不知疲惫？为什么在台下又满脸伤悲？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噩梦的轮回？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呢？在极度分裂，或者是说在一直表现外面的自我的情况下，开始迷失，表现外表的我的情况下，迷失了自我，所以噩梦轮回。哎，啊，这个是我对噩梦轮回的一个这个哎，就 unit 的所有的这个情绪，我就是这样想的。对，他有纠结过一切，但是只要这个歌这个舞台一响起，他就会就是他就会又用笑脸去迎接一切。然后呢，但是当音乐一停下来，他就收敛了，就是仿佛像一种本能反应一样，只要有舞台有灯光，然后他就会又开始本能的开始做就是不是真实的自己，又开始表演开始表演自己。但是呢，这些东西一收下来，他又开始想啊，我到底是谁。他就也会有麻木的状态，就是他有时候不想去想，就是干脆算了，我如果我就知道打我就跳舞就行了，一个疯狂的跳舞就行，我知道答案在舞蹈里面。但是其实在舞蹈里面也找不到答案，你只能再问，只能最后你开始问，你不是问自己我是谁了，而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哎，他是谁。所以呢，我会问自己，我找不到答案，或许呢有一天会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或者是同样的人，或许有一天我会找到同类，然后陪我走出这个噩梦的轮回，或许别人会告诉我答案。那啊，这个就是朋友们，这个就是我理解的噩梦轮回哦，然后我理解的所有的这个 unit 的情绪，哎，都在这里面了。但每个人有理解的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一首歌除了舞蹈动作，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歌曲的理解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很重要。只要这个情绪，所以情绪每个人表现的不同，他的舞台表现力也会不一样，所表达的给人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好了，好，我这次守护天使蛮明显吗？没有吧，我只是每天陪袁玉婷打麻将而已。人菜瘾还大，敢在我这个雀神面前天天找我打麻将，我已经疯狂放水了。他不停的点炮，我已经有点受不了了，你知道吗？我每次都是要么别人点炮我胡，他点炮我就不胡。但是你每次就是最后一张牌了，你不得不胡，或者是就没办法自摸了，就没有办法，你知道吗？而且他这个人还不死心，穿麻上麻，他都就是很会打穿麻，
会打川麻的人，你觉得上麻对他来说难吗？他还就是川麻，那我们来上麻，就是不会输的更多吗，朋友？扔鸡蛋，我经常他扔鸡蛋，我还给他扔花，我说我这叫以德报怨。而且他拉他的同学跟我一起打嘛，他同学输得更惨，为什么？因为我只给他放水，我不给他同学放水，所以他同学输得更吓人。没有，因为我们不是抽过两次嘛，我们第一次抽完之后，因为人数不对，后来又重抽了一次。我第一次抽到的就是元宇宙。然后我当时说要重抽嘛，我想反正要重抽无所谓，我当时就跟袁宇臻说，我说哎，我抽到是你，我要把纸条拿给他看。然后结果第二次他就觉得我不可能再抽到他了，他就问我守护神，我说我守护神小爱，他一下子就信了。而且天天还在人家群里面神小爱说什么想喝奶茶什么的，他还把神小爱电话发给我说哎快去买快去买，他说怎么样，我说可以，好兄弟好助攻。他说还要问我买了吗买了吗，我说我没有，我在外面，等我回去再买。因为我在问彭佳明，我说彭佳明你守护谁，他说沈小爱，我说借你守护天使用一下，我说我整个元宇宙，我说我去告诉元宇宙我守护沈小爱。小丑，而且我昨天还在跟他说，他说他守护天使没有跟他讲话什么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天天陪你打麻将不算讲话吧。人真的菜，是真的菜，你知道吗？太菜了。还要挑战我的麻将技术，朋友们，我可是一个四川人。昨天跟他们在那玩，一边玩一边在那追我的那个比较无聊的一个韩剧，然后就在那无心搞牌，然后都一下子就输了，就是负50多了吧。然后呢，我就把那个 iPad 合上了，我说我要认真打了。然后就过了四五局吧，我就已经挣30多了。然后袁宇臻说：“哇，他说你这个怎么一下子你，我刚不开玩笑，我说我要去我的风水宝地上面打。”他说：“你这个风水宝地真的有点灵哦。”然后就跟他说：“我说不想不好跟他说什么，我说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讲，我说我认真起来跟你打，你觉得我会输吗？”不是菜是什么？是真的上海麻将真的太简单了，那就是你知道打川麻要定缺，然后就是只能做牌又不能吃，他们打上麻，那上麻就是真的是想胡就能胡啊。而且上麻就是特别是打上麻还就是加分的那些，比如说花还要加分，然后你门前清什么的还要加分，你自摸了还要加分，你这上麻太容易了，太容易那个叫什么来着，太容易就是得分了。如果你想做个大牌什么的，那你不想做个小牌，那更容易得分。然后后面不死心，要跟我玩什么？跟我玩川麻，更一塌糊涂。而且你们知道，就是川麻不是我们玩那个换三张嘛，然后我经常就是把那个经常都是把就是比如说三张牌一般都是
就是只有三张牌给换出去嘛，然后我一般就会选，就是选，比如说我这张，哪怕这个牌我多，我都会把这三张牌换出去，然后换了多的，就是他们打到什么地步，打到我就是三种牌排的差不多，我最后都能做清一色，啊清一色，而且呢还能做清一色的碰碰胡，你先看看。而且我有时候对他们真的很生气，比如说三家不要调或者什么的，然后就是比如说就有一只有一家要调，结果那个人很快他就糊掉了。我们打血战嘛，血战就是会一直糊下去，很快他就糊掉了。糊掉我一看才加一分，我就真的有点受不了。我说三家不要调，你不做个清的，你怎么对得起你这个牌啊？给我气的。就是他的同学袁宇珍还好，袁宇珍知道做大牌，他的同学都是真的是三家不要或者是两家不要，另外一家就是很明显在退一张牌的情况下，哎，他直接一个小牌走掉了。我说我就是真的是宁愿晚一点胡，我也要做个大牌吧。而且更好像什么，就比如说他打就是留三万嘛，然后退四万，明显就是不要一四清的情况下，肯定就胡二五八了呀。哎，袁宇珍和他同学还敢打二五八，真的，我说你这牌你不点炮谁点炮啊？真的真没有怎么输给我，他同学真的输给我比较多。真的经常点我也是放了，我想算了。这打麻将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会算牌就行了。而且上麻更简单，上麻就是你就能牌不行，你只要保证不被，只要保证不点别人炮不就完了。上麻就很简单，但是川麻怎么样，川麻最后他就是一定所有牌要摸完，所有牌要打完，所以川麻就比较麻烦。你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在不点炮的同时，你还要把自己牌给做起来。是袁宇珍最搞笑什么，他打川麻他有好几次被查大叫，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会最后被查大叫的呀，我的天哪。但是袁宇珍真的还可以了，他同学真的比较逗，他同学真的很好笑。对，因为川麻你就是胡牌前其实是不需要点听牌的嘛，然后你其实可以看，就是看另外三家要什么牌，或者他们不要什么牌，或者是桌面上已经出过哪些牌，你可以不停的换叫，就是换你要胡的牌。然后但是上麻呢，就是你如果听了一张牌之后呢，你就是只能胡你要听的那些牌了。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发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卸妆了，跟你们表演一个卸妆。
但是就是休闲娱乐不要沉迷啊，这个打发打发时间什么的可以。我不会盲摸牌，我感觉那个真的是老打牌的人才会的吧。就比如说我爷爷啊，我三爸什么的，他们真的就是一摸就知道自己拿了个什么牌。我不行，我打麻将很少，就是过年回去的时候会跟家里面人打打麻将什么的。所以我麻将打的还可以，是因为我跟我打麻将的人都是家里面的老牌手了，就是那种成都中老年人，打麻将非常厉害的那种，就是跟他们打我就是被虐的。平常只敢在成都打麻将，只有可能在牌桌上出其不意做个大牌，一口气赢点儿比较多的，然后再撑几局。然后又输给他们，然后又做个大牌，又成局，反正最后还是不太行。但是跟那种老牌手打牌，他们太厉害了，下轿下的快，算牌算的也快，就不打给你，还能保证自己牌能做好的情况下就不打给你。哎，他就算要点炮也是诚心点给你的，因为他给。点给你觉得你的牌小，点给你没关系，自己等着自摸什么的。而且就很厉害，你知道吧？就他要哪张牌，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就一定能猜到这张牌后面一定。升张的牌就是牌桌上没有出现过的牌，他就一定能猜到谁手上有多少张，然后谁一定不要这一张，一定不是猜的算的，一定会打出来，或者是他就是猜那个还没摸的牌里面还剩几张，这几张一定会还剩多少张，他就一定能猜到。如果这个升张没有线，或者有人捏手上，他可以换马上换轿的。我胡过最大的牌就是清一色的，那个叫我不知道具体叫法什么，就是全杠了剩一张牌单调，那个叫什么金勾勾吧。对，而且是杠开。我有毛病，我经常为了搞这种大牌，然后点三家炮。我觉得输点小牌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摸到这一手大牌，我基本上这一就是打圈嘛，这一圈，比如说一圈16局啊，24局，这一圈我基本上都是稳赢不输的了。然后也经常做那个暗器队什么的，就是跟成都的家里面人打，跟那种老牌手，就敢做这种大牌。平时你做小牌要赢他们，人家都是让你赢的，没有意思。
你要看，如果你手上对子多，你看看桌面上的牌和三家不要的情况，你可以选择自己摸牌做暗器对。但是如果说几家不要的情况下，他们手上也多的话，你可以选择直接做大对子，那个叫什么碰碰胡，就是打出来之后自己非常有可能还可以吃很多杠钱，然后再杠开什么的。我没有学过打麻将，因为我过年，其实这是成都人的传统，你知道，就是成都人过年吃完中午饭之后，下午一定都会打麻将的，然后就是看会的。然后突然有一年下午三缺一，喊我三爸还是大爸去接人还是送人了，突然少一个人。我就说我来吧，我说我好像会，我看了那么多年，我好像也会点了。然后就第一次上桌，第一次实战，就会了。但我不太会日本麻将，日本麻将好像不太一样吧，但应该都是通的吧。我感觉只要会川麻的话，其他地方麻将应该也挺好学会了吧。我感觉四川人天生都会麻将。哎，广东麻将应该也不太一样，是吧？对，所以你，因为你之前问我会不会麻将，我以为你说的是日本麻将，我们肯定不会啊。我真的经常有些时候半夜睡不着觉，我就实在没办法，我也不想玩手机，我就说打开那个欢乐麻将什么的，我就说今天的任务是把我的豆子输光，然后拿着豆子，结果打到我说输光我就睡觉，就是有一种那种精神寄托那种感觉，输光了就是睡觉，结果真的是先是打，然后一直在赢，我就说胆子大，就是打那个血流成河，你知道血流成河什么，就可以一直胡牌的那种，结果打早上天都亮了，鸡都叫了，鸟都叫了，我们这边楼下那个早那个叫什么面包店的那个香味都开始飘了，豆子打到七八万，我实在不行了。但是我打那个什么欢乐斗地主是真的非常容易，一会儿就输一会儿就输。欢乐斗地主你就算记牌又有什么用，你牌不好就是牌不好，你根本打不出一朵花来，还要你队友配合，特万一你遇到那种猪队友，是那种根本就不会算牌的猪队友，你这个牌就没法打。就比如说你的下家是你队友，然后你的上家是地主，你接地主的牌，完了之后你的下家不顶牌，然后他在那给你接牌，那你不是让地主过牌吗？就我知道你牌不好，但是你的任务不是牌走完，是你的任务是辅助我牌走完，你就应该顶牌呀，那不顶牌，我就遇到这种。或者是遇到那种不会算牌的，明明你能算出地主手上还有哪些牌，哎，他突然给你出个我没有的牌，比如说我没有三带一，那地主手上可能会有三带一或会有连队，他给你出个连队，地主那边直接过掉了，你就能被气死了。而且有些时候你们两个人就算配合的再好，那地主排好了就是没办法，直接给你排好的直接敢给你超级加倍加名牌，明摆着给你打，哎，你没有办法。直接一个王炸春天，超级加倍加名牌，一口气直接给你输个精光。暗号我只知道倒一杯卡布奇诺是可以炸了。
真的啊，这个居然是出对子哦，真是没想到，原来斗地主还有这么多暗号可以作弊。我只知道卡布奇诺。在卸妆的朋友们，朋友，我这个口红是真的卸不掉啊，怎么会这样的？我明天只有排练，所以可以晚点起床，很快乐。戏完了，基本上。没有商量好旅行时间，看他吧，反正看他放假了。总选后吧，我感觉最近大家都没有时间说出去一个星期旅游。而这个也没有时间限制，随便什么时候去。都行。vlog 啊，反正我不拍。要拍可以找袁云成拍。我旅游什么的就喜欢。完全放飞自我，完全轻松的状态，不想再拍 vlog 什么的，完全放松。我旅游的是那种除了擦防晒啊，不可能化妆，而且衣服也是怎么舒服怎么穿，随便乱穿，怎么舒服怎么出门，很快乐。就是真的是旅游玩，因为想着我们之前不是最佳拍档吗？最佳拍档不是一轮游，我们两个一轮游。他没有办法，这个毕竟是一个投票的赛制，是个比赛嘛，那没办法，就是一轮游。然后当时我们参加这个比赛还说什么第一名可以去旅游啥的，没关系，就算是一轮游我们也可以去旅游，你自己去不就完了。有什么旅游地推荐啊？其实我特别想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冬天的三亚，我就是还没去过冬天的三亚，夏天倒是去过，我觉得我非常不推荐除了冬天以外的季节去三亚。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我特别想去北海道，想去北海道滑雪。这个从前年说到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皮肤都给我搓红了。嘴巴也搓皮了，搓破皮了。对，挪威的森林是我的究极目标。我的究极目标是去挪威看极光和去百慕大。看什么呢？也不看什么，就是去一趟百慕大。就是我就太想去滑雪了，朋友，你们懂一个南方人没有见过雪，就是对雪的向往吗？
我不会滑，即使在雪地里面摔倒我也很快乐，我就是想看见雪地，我就是想在雪地上滑，我在雪地上摔，摸爬滚打都可以，就是要去北海道，等这个疫情结束一定要去。那些滑完雪要泡露天温泉，然后吃海鲜，一顿暴吃。好了，朋友们，结束了，装卸完了，洗个澡睡觉了。晚安。哦，对，给小马拿火锅底料，问他睡了没？拜拜。